们一道工序的精益求精，成就无与伦比的工艺价值。国境用心链接工艺的创作与工业的施行，我们始终专注于全方位座椅的开发与应用，并通过强大的产业实力，厚植专业创新座椅达人的品牌核心价值，以广州、鹤山、安徽等大型的现代化自有生产基地，2000余人的专业生产团队，为高效高质生产、订单及时交付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。我们关注座椅设计的每一个细节，客户之需求是国境进行工业设计与改良的唯一准则。跨越两岸的产品设计团队，综合工艺美学、人体工程学原理、新材料、新设备、新技术以及30多年实务经验的整合应用，国境为客户打造健康环保的高端专业创新座椅。每一项人性化的设计都透过精确的资料统计，每一处细节的改良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需求。在国境产品展示中心，您看到的不仅是我们持续开发的人性、美观、舒适、健康、多功能的数千款产品，更是国境处于行业尖端的真实佐证。凭借从业数十年的专业，国境集团领航业界，是中国曲木板标准制定起草单位。我们坚持作业标准的每一个环节，不论是金属、实木、板类、PU、塑胶、泡棉、油漆、喷镀、张皮贴布等各色制作工艺，始终推进新技术与生产条件的变革，实现座椅的设计与生产技术的无缝连接。在国境，您看到各种材质原料都经严谨的工艺加工，从金属工艺的曲折刚强到烘烤干燥、恒温恒湿严格控制，原木板材的生产适性质量，整个生产流程都经历严格规范的加工制程和检测。我们拥有先进成熟的成型环保泡棉工艺，利用骨架结构一体灌模工艺，创造风格独特的座椅造型。高精准度液形切割机、3D 计算机裁切设备，让每一次的精准裁切塑造出完美的座椅尺寸。计算机数位仿型机，让木板造型的标准化生产得到科技的保证。十几道油漆和喷镀工序，严格遵守环保无毒的安全准则，为国境每一位可敬员工和尊贵客户的健康保驾护航。无论是标准规格商品、局部修改商品、客户来图来样生产，或是共同设计开发，国境灵活的配合协作方案，结合高自制率的工艺优势，确保完美落实客户要求。我们设有专属的测试实验室，包括了机构重力测试、椅背拉力强度测试、泡棉防火测试、泡棉测试、座位前脚耐疲劳测试、椅轮耐磨测试、冲击测试、椅座轻氧测试、中管旋转测试、延误测试、椅脚耐压力测试等。
多达11项符合美国认证、实验室认证的测试项目。国际以30多年专业座椅制造经验，汇集数百家优秀办公家具零部件供应商，共同为全球客户提供优秀的座椅设计与生产服务。未来，国境为您进取，因您创新，厚植享誉全球的座椅达人品牌根基。